这是我们昨天7月12号我们从卢东果品批发市场拉的一些梨，还有西瓜，今天咱们寿光雨花的这些老义工们你看哈，有80的，有70的，也有60的，他们一块儿过来帮着那个去皮儿，就是把上面这一层包装这一层塑料的网给它去掉，然后我们就把它做成这个无水无糖的酵素。你看这个西瓜只要切几刀，然后把它放到这个灯筒里，就是这样，然后把它做成无水无糖。这梨呢，只要把它去皮儿就可以整个的把它放进去，就可以做成无水无糖的酵素。你看又来了一位义工。那做成的这些无水无糖的，我们用于我们的农业，改良我们的土壤，也可以无水无糖。一是可以替代红糖做1:3:10的这个酵素，它可以就省了我们的红糖的费用这个就是零成本就可以用于我们的农业，用于抑制病虫害，它能促进植物叶片的这些光合作用，促进植物的根系的发达，提高我们作物的产量。种了时候说你是酵素是纯的，看我昨天晚上我原液的，看来到晚上就很阳的，简直刺挠上，这就是热天不是很热，是出去干活儿，那我的脸长湿气热，长着来到白天不旺，来到晚上的时候哈，就是汗刺都汗痒，很痒，汗痒就挖的是都把头挖烂了，这打的那脑袋伤口，许老师分酵素一碗一瓶的酵素，那咋啥？我就是酵素上费劲。很得劲，我就使我盆儿上养的小素种洗了。昨天晚上我就使纯的，当时伤得很疼，烧的啥哈？是，以后我就不用再去挖了。你可以那个弄一个小喷瓶经常带着，你养的时候就给它喷上去。白天还不用，白天干活还不，白天不用，就是晚上就粘着浑身。我这活泼都挖烂了，这活急时间了，就挖烂了它了。我就是挺能的，每天早上使那个的。小的弄的小素弄的水就这么洗洗，实际很好，不是光烧，不是光止痒是吧？哎，还止痒，很好。是你经常用它来泡脚的话，它还能去湿气。雨花的义工都过来了，还有一部分在餐厅做饭，不做饭的就到这边来帮助我们扒这个梨的外皮儿。